講嘢同埋唱歌嘅阿華，彈 bass 嘅 Jimmy， 打鼓嘅 David。冇錯，嗱，佢哋咧就係目前本地樂壇咧武起得最快嘅一支樂隊 Anna 大殺。咁我知道咧，你早排去過北京嗰度錄唱片嘅，我想問下咧，錄唱片嘅時候咧，有冇北京嘅音樂人幫你哋一齊參與製作啊？今有見面，但係冇參與一齊製作。有見面。大家即係大家見下面啊，傾下偈啊，音樂上面即係交流都有嘅。但又暫時未打算揾佢哋一齊幫手住。仲未有。咁今次呢張唱片同上一張唱片有啲咩唔同呢？其實風格就差唔多咯，但係就歌嘅類型又多啲咯，即係個類型會多咗，即係同埋啲歌會多啲咯。咁做咗出嚟，你覺得滿唔滿意？比上隻好咯，即係進步咗咯。應該最好啦，如果冇嘅進步。我知道今天你帶了你們在北京還拍了一首歌的 music video 就是《苦心》，我很有興趣知道《苦心》是為什麼的。苦心就是苦心去望一點，去望北京的人的感覺，是你們對他們的一種感覺。好了，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這個《苦心》，我們一起看看北京人的感覺是怎樣的。回來就再跟 Anna 大真切笑脸。
因為咧，我哋住喺嗰個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北京人咧，嗰啲遠程揸車嗰啲司機咧，就捉一個幾一個中途站嚟嘅。咁咧，我哋就住喺佢哋隔離咯，即係正住埋嗰個建築物嗰度。咁咧，地方係咧類似汽車酒店嗰啲地方，冇聽咁嘅地方。咁到我哋諗第二張碟嘅名嗰陣時咧，就諗嚟諗去諗唔到係寫用咩名。咁後屘即係講下用個大車碟。嗯哼。咁其實隨住一張大碟新大碟推出咧，你哋會有啲公開嘅演出去配合宣傳，或者下半年你哋計劃會係點啊？下半年我諗最主要都係做自己個個人演唱會咯，即係我哋自己嘅。咁依排出碟就宣傳上面多咗啲，即係表演機會多咗。嗯哼。咁我哋不如而家咧就聽翻首歌先啦。咁相信呢首歌都應該啱你哋聽噶啦，就係、是、Batman Forever 嘅另一首 Music Video。由 YouTube 所炮製的呢一首 Hold me, feel me, kiss me, kill me 噶噃，咁咧今日唔該曬 Andrew 大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嘅，多謝。